台湾国际五二四十年，纪念台湾人伫联合国，咱即个公民活动，到咱遮要请雷文牧师，伫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理事长，感谢声雷文牧师。各位，咱台湾国家主人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今仔日，咱特别一起来纪念台湾对外来的进犯，国民党蒋介石代表就派出的航空四十二，将咱台湾人民活落海，咱是国际奥林匹克四十二。1971年作为第五届联合国的大会，也表决的时阵，咱知影，因为就政权虽然讲抗拒出两面，并这个代表中国发动这个行为，并这种的提倡，对，我抗拒两面，肯定叫咱所知影美国。日本甲即个沙特阿拉伯，即个友邦，拢毋嘛，咱会通留伫遐国内边，来就境外咱留伫遐国内边，食最普通个食饭包。因为中国迄边有一种政权讲，那安全理事会伊无提着，伊无提着。我即句话讲，你是可能毛泽东遐尊重讲，就境外个代表会通伫遐国内边做普通食饭包。总是无拍算，伊咪坚持判决不两立，后来就摆出一项方案。有人讲，即款就有生命呢，伊咪伊呐代表台湾，可能即个国会较全面解散，伊担心的是伊个政权的部分。无顾台湾人民，甲咱顾台湾政权，伊咱去互咱伊国际会议已经死啦。各位，咱台湾国家的主人，我想，予咱感觉真悲愤，毋是干呐悲哀嘛，了吼，非常的痛苦。所以，九龙教会伫1971年，伫第六十条国事成立，伫国事成立内面特别讲，国会来全面改革，代表台湾的民意，才会通来决定台湾的前途来行出。对这四十年来，咱知影，通过发动员刘伟，通过陈荣基博士，这些在伫海外为台湾打拼，提倡台湾爱用公道，台湾爱立立良方，用台湾的名义。咱即款的台湾人民的声音，就是公民意识的形成，公民是国家的主人。台湾是咱台湾人民的国家，不是外来政权的国家。所以，这几年来，咱继续推动这个加入联合国运动。特别是2007年，咱最近做总统的时阵，负责的就是台湾加入联合国联名的建议，开了这个建议，将这个联合国。创立这项十二年事业，加入台湾联合国的，就是要提醒台湾人民，不要将台湾甲联合国结合起来。今年台湾联合国协进会，有伫这个十二年事业，从1996就准备前期来做一下宣布台湾联合国的，咱伫这个五八国际会馆上，联合国举办时阵，七千八。这个场面确实非常感动啦！我想，起码马英九已经话到嘴边了，唔是干呐话到嘴边，一边的嘴边。希望因其他选举是讲扮演，总是当选了，拢无讲一个人。这个加入联合国的公民运动、公民意识的提升，咱爱继续来发展。我常常讲。不是爱拼正尔，啊拼到底正尔。有高调的时阵，低潮的时阵，都是咱安那继续。
那无钱，国际社会出声，政府就会讲，恶人那么嚣张，因为好人不出声，就让我们讲到法。台湾人是国内的，国际我们讲到法，因为那么出声，我为了公益正义来出声。那哪继续发表，累积能量，高阶攀高，机会来咱两条。唔干那呢，一时之间就能改变，所以咱们继续可以让这个艰难。伟大的这款的公益运动，今仔日咱请专家学者来分析，是安那推动这个人民公共民的活动，这运动。第三，最近卖就是讲中华和平协议，咱知影无公益就是无和平 ，No justice, no peace。公益是互相尊重，咱的国家互相尊重，咱的主权。经过台湾人民的公民投票，经过联合国，甚至在友邦、日本、美国啊，欧盟这些国家签署互相的这个协议，才有可能较安全、比较安全。所以咱要继续发表，然后和平协议变成和平统战协议，和平统战来欺骗台湾人民，最后关系就破坏。一种架构的，不要怪中国来的，台湾人的名讳，是理想的平台。所以今天天，咱请多谢，真济啊，咱的专家学者，甲咱的社团的代表，请咱来看这个节目看吼，第一样，有这个社团的代表，拢写这个所在吼，啊，台湾国家电影的宗教教法门。甚至甲一个台湾教授协会刘扬平会长，我想名单拢有请，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要请即个所有的社团的代表来到咱中间，咱互相鼓励，因为推动家己听讲运动是台湾的国家政策，别贪做，哪条？嘛，较侪人用这个共同的终极的目标，咱就要台湾终极，和中国并吞方面。咱来上进家己两个，正名正言，公道家己两个，是咱应该加入说的。所以这个团体啊，拢代表伫咱中间，我是请因来参进来，咱好好啊，来鼓励。Yeah.